大齐十八颂，大千世界四颂，化魔天彩四颂，地藏十能经六妙门三颂，瞻察业报经为心事观七颂，以阐述正声造因感果与止息流转的方法。南无地藏王菩萨，南无地藏王菩萨，南无地藏王菩萨，南无地藏王菩萨。宝珠有无名，无名功业换大千，功业集体千亿世，三界六道虚名显，遍业换出无云深，无趣杂技是人间，人间行善修福慧，托生天上做神仙。自信清净的本事，却含藏感悟的种子，以众生集体共业幻现四生六道，以佛陀大威神力共同幻现一大千世界，以众生贪嗔痴而幻有欲界色界无色界，以别业幻出各自五蕴身，人间行善修福慧，投生天上做天人神仙。第二颂，一小世界一虚名，一千虚名一小千，千个小千是中千，千个中千是大千，小是上佛出禅定，小千高道二禅天，中间上佛三禅定，大千世禅是空天。一小世界有一个须弥山，一千个须弥山是一个小千世界，一千个小千世界是中千，千个中千世界是一大千世界，一小世界上父出禅地，小千世界高到二禅天，中千世界上父三禅地，大千世界涵盖四禅与四空天。第三颂，欲界六天有余贪，天魔道理夜魔天，弥勒多衰上化楼，天魔常住自在天，色界十八三禅三，十禅无相无不换，无色界有时空定，众生在此轮回转，欲界六天仍有男女云贪，是娇娇抱牵手笑，相视热闹
老萧，四天王天与刀立天仍有银交，夜魔天人抱抱，都率天人牵手满足，色界十八天是四乘以三十二，再加无想天与五不还天，众生依着贪嗔痴与定苦安置在三界，必是受神心胆极为到底，再断阴贪争出禅，三过上流无不还，死过无余争涅槃，十禅八定无神通，菩萨圆满三地功，三千世界一佛刹，本是圆明照大千。欲界未到地定，有觉有观，感受身心淡泊寂静，若再断除淫心，可证出禅定。三果然广生后，可上流五不还天。四果然具解脱，可随时日涅槃。三地菩萨具有四禅八定五神通，才算圆满。三千世界是一佛教徒，本师圆明照大千。第五受不明不觉生三世，境界为云藏流出，心妄所缘取众相，心所欲彼取别相，诸常心是明心所，是执着摩天才，行云寒色深可依，行有二之是也已，一念不觉入胎有五蕴身，生三细相，在依着境界为缘，长养六出相，此时七转世心王与所缘境取种相作魔，心所与所缘境取别相天才，行印寒色深苦意，行有恶知是业因，引发来世的业果。第六受业因如是果如是，作魔天才化无身所造善而业，因满能造业力前，因业作魔流道生，照感人天去不同，满业天才一身强弱，寿命长短富贵贫，七转世作魔天才以分别判断做主，招感来世易守果，行运善恶业种是业因，心王作魔心守天才，业果也如此的幻变，亦是心王取种相引业作魔，六道轮回，亦是心所取别相，满业天才身强贫富。第七受业种是为生之本，身为业种投射因，心外隐现众生病，业障随缘变化现，是三十二为业因。
成，家成是种茶边香，拜佛并生各不同。善恶业种是三之本，三是业种的投影，心歪引邪，所以众生病。业障业种幻现五蕴身，众生都病，本具无明。意识心有一肚子的坏水，一根心有四或八大，以十善业乘以四大，乘以十种差别造作相，得四百种福报庄严身。第八圣是是正觉，处处觉，琢磨天才心一真，法轮常转三世因，莫让毒龙挂在心。勤修戒定悉贪嗔，真诚忏悔业障深，琢磨天才业果真，成就拜佛庄严身。时时正知见，处处有警觉，境界为原始心王作魔，心锁天才，莫让烦恼心所相应现起。左手表定五变形，右手表会五别境，胸中光明善其意，莫让毒龙想随时烦恼停挂在心。心意正，业果作魔天才也正，成就百福庄严身。第九受三端众生殊习惯，烦恼业苦流不停，宿水之观转幻境，修定修慧流妙门，宿门能扶助寻思，如初西厢孰能去，身心淡极为到底，有据有观出禅定。停心观说善乱众生学习数习观，以对治烦恼习性千流不停。六尿门属水子，观环境能修定修慧，属门属呼吸法，能扶助心的巡视，让身心淡极达味道地定，再断淫贪可达出禅定，仍是有觉有观。第十受门舍里住寻思，山居水顺如初心，无觉无观而禅定，远离无尘只寻思，自门如初熄灭香，安住书生三摩地，远离皆观不动荡，舍念清净如是常。随习门舍离了心的巡视，随顺呼吸的出入息，能达无觉无观的二禅或三禅定，远离了对五尘之巡视，止习门入出息渐渐停止，四禅等智慧习脉俱断，安住殊胜的三摩地，远离了所有的觉观，心不动荡，舍念清净，一心极静入四禅定。第十一受观门师
如出西京，兴亡兴说在关心，无中取云别别意，无足无迹非故事，转换能舍诸去云，方便去如诸禅定，净色皆是已得境界，一切生道得圆明。观察生慧门，观察呼吸入息出息的相貌，兴亡熏手与五取运的关系，摄运起自信，受运领纳等，确认心往心手本来无我，一段三伏解淡泊贪嗔痴，以正出果恶果，完门能断五下分解正三果，净门能断五上分解正四果，第十二圣菩萨起闻地藏愿，欲修大圣之根本，当以一时修行间，即入菩萨真中心，众生心体本清净，一时境界不二门，悟然寂静真如相，心佛众生法神通。坚净性菩萨，请问地藏菩萨，大圣修行最初根本，当依一真实门，以修信解，能快速契入菩萨种性，成就佛菩提。众生心性本质清净，双具空性与有性，本不生灭，圆满本具无染极净的真如心，心佛众生各自独有清净法身。第十三圣，无名为圆幻众生，显光境界生作念，诸法皆从妄想起，妄心能为境界，心生故种种法生，心灭故种种法灭，一切境界从本来，体性之灭未曾有。法身在佛曰佛身，法身在凡曰众生，众生无明现起境界，又生执着，一切万法不能自有，依妄想分别而有，妄心无相，以六尘为相，故说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，心有无明现起虚妄境界，心若无无明，则一切境界从本以来，体性本空。第十四圣，真如第一的清净心，彼心明月如来藏，具足无量功德心，菩萨心归一时门，应当学习二种观，唯心是观真如观，法身平等无异相。法
法身不二，无处不在，湛然圆满，自性清净，万法根源，第一义谛，人人本具，如来藏心，状如虚空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毁坏，菩萨皈依一真实满，如来藏心，应当学习二种观法，唯是无尽观与真如一时观，皆依法身平等，不依不异而建立。第十五摄，唯心是观山观察，一切出手唯是心。其内心只是光，唯是无尽无旁。念念之间细观察，心有所缘，心动之境界本来已无分别，其分别是自心。菩萨修学，唯是无尽观，了知一切万法都是心的作用，觉察自心起贪起嗔，境界都是自心幻影忽攀缘，念念觉察是善是恶，心有攀缘，心当知道，境界本是唯心所现，本无好坏，自心分别，莫要颠倒妄想执取。第十六摄，万法唯心观，若是离心则无相，唯心唯识无世间，若心无其名是起贪想，觉察自心起欲想，念念生灭，念念知，舍己三昧无占住。一切万法唯心所现所想，假使离心则无法相可现起，内心守寂唯是无尽，若心无寂，忘记觉察是为失观，当觉察自心起贪想，当觉察自心起愚想，行诸作恶时时观察，念念觉知，唯心生灭如水流，如灯焰，无暂时住，是明德摄己三昧。第十七摄，观三摩地，地观真心无来去，本心无生离分别，心生心灭如幻影，真如是观当时。心心无生亦无明，不住见无离分别，见得相是空三昧。一为是无尽观，在修学止观法门，地观真心本无来去，无生灭，本性圆满，不可见相，离分别故，觉观内心，见内外色，生灭如幻影，学习真如实观，当要思维心性无生也无灭，不住见闻觉知，永离一切分别妄想，如此见得相是空三昧。第十八摄，一切境界唯心作，虚空不是如梦幻，顿根显性唯是观，我的在世真如观，
条幅，应当先惜为时观，顿根烧心障碍者，唱诵地藏菩萨名，一切境界唯心唯识所现所作，如幻如化，镜花水月。初学顿根，先学习唯识无尽观，淡泊贪嗔之后，再学习真如一时观。染着五盖深重者，心难调伏，请先学唯识观，断除我见。若是顿根少信，障碍深重者，请常诵佛号或地藏菩萨名号，忏悔回向。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是贪嗔痴。从生于意，自所生，一切我今皆成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南无地藏王，地藏王菩萨，南无地藏王菩萨，地藏王菩萨，地藏王菩萨。